单人床的尺寸，然后把它裁切成就是车内的空间大小。那这个 USB 的风扇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风量蛮大的，然后就不会很热这样子。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台我们家的顾小白，那这一台是专为购家买的车子。那很多网友对车子上面的一些配件很感兴趣，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一支影片让大家了解一下。那我们先请购家上车，购家来。那这一台车子最多人问的，话就是这个购家的乳胶床垫。那这个床垫的话，是我特别去做单人床的尺寸，然后把它裁切成就是车内的空间大小，然后另外还有特别定做这个麂皮的布套。那这个麂皮的布套的话，它是可以拆洗的。另外的话还有这个 USB 的风扇。那这个风扇的话是因为 Fit 本身没有后座出风口，所以我们特别在网络上买这个USB 的风扇，那我一次买四支。那这个 USB 的风扇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风量蛮大的，然后让购家比如在夏天，前面冷气的冷空气就可以很快的带到后面，然后就不会很热这样子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后备箱这边。后备箱打开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得到这边都是购家的东西。那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一个 Fenda 的小箱。这个 Fenda 的小箱主要是收纳用，那里面的话我们会放一些购家的饲料，然后水碗、水，还有一些零食。那让夏天的话，室内温度比较高的话，可以有达到一个隔热的效果。那另外还有这个购家的医药箱，然后吸尘器，然后购家的碗。那这个是购家的夏天玩水的救生衣。那另外蛮推荐大家的就是这一个购家的简便盒。那这个盒子的话，主要就是购家如果在公园有便便，那我们会把它捡起来放在这里面，就不会让车子里面都是便便的味道。OK， 这个也蛮推荐给大家。对，开车我没有做太大的便便，原厂的设计。那前面这边的话，我有放一个购家去年的桌立，然后跟一些拉布拉多的配件。OK， 那影片的最后跟